泰国人相信十字路口是阴气最盛、游魂野鬼最多的地方，想见他们就要带齐三送一汤、饭碗和筷子，在午夜之后找个十字路口布住。我们的目标是饿鬼。喂，一阵间你不停地敲碗碟，饿鬼就会自动出来吃饭了。是不是真的可以？一定可以，本书是这样写着的，信我吧。喂，等我见到鬼千万不要喊啊。你顾掂你自己先啦，到时见到鬼你不要走添啊。再记住敲碗的时候千万不要停，一停低被鬼见到你就糟糕了，知道吗？被鬼上身的东西可大可小的，明白吗？什么？什么？冷静啲，继续敲，唔好停啊！听到咩啊？哇！哎呀，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见到咩喂？都冇。咩啊？见到啊！静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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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敲啊！继续敲啊，唔好停啊！Thank you.
你嗰个见到系我见唔到噶。我咪讲过，人形嘅成功率唔同啊嘛。你可能成世都见唔到鬼嗰只嘅而家。闯哥，仲有冇其他方法啊？